歡迎翻嚟職場教路之有問必答嘅環節噶，提一提大家啦。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問題，記住打電話嚟2804-6566，又或者 send 電郵俾我哋噶。咁仲有新嘅嘉賓啦，就係耀財證券嘅高級分析員啦，謝耀輝 Stanley 噶 ，Stanley 你好。你好。咁你好啊 ，Stanley 啊，咁睇下大市表現啦。咁見到大市咧，而家跌314點噶，去到22960點。而期指方面咧，就跌407點噶，去到22876點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不如先聽聽家庭觀眾嘅電話先。你好啊，呢位觀眾。我想问3938啊，系你有冇货噶？有啊，我可能会买错咗，佢系咪旧年上市啊？抑或系唔知佢几时上市？买咗之后一路跌落去，我一次系想放出又放唔切啊！咁你几钱入噶？上得好快，系。咁我想问下佢个市盈率几多啊？系咪买贵咗咧？我买佢嗰阵时系过一人钱嘅。好，过一嘅咁，现价咧9.4啦，就跌咗超过2%落嚟嘅。咁其实咧，早前三龙环球咧就有大行唱好啦，令到股价啦就升咗上去嘅。咁其实过一买嗰阵啦，都系大行唱好嗰排嘅时间啦。你系点睇呢只股份咧？基本上都答翻家庭觀眾先啦。你話即係股份嚟嘅，其實都叫做上市一段時間嘅啦，唔係應該唔係講緊係近，即係唔算係只半新股啦。我哋咁樣講翻啦。咁睇翻公司本身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業務嘅一啲嘢發展嘅情況咧，基本上即係三林本身咧，其實都做一啲類似係即係上游啦，同埋下游嘅一啲木材嘅一啲嘅生意。咁基本上你話。即係佢嗰個業務咧，主要都係集中喺譬如話喺即係馬來西亞啦，或者係其他一啲嘅地區為主嘅。咁當然你話喺翻嗰個公司嗰、那個表現，即係嗰個業績嗰個情況嗰、那個那個表現方面咧，基本上就可以咁講翻啦。你話中期嘅，即係講佢之前一個公布嘅一個嘅一個嘅上，即係個中期嘅業績咧，基本上講緊都係大概4.6%嘅增長，即係講緊嗰個純利方面咧，大概2000多萬嘅。咁但係睇翻如果你話即係佢之前嗰、那個即係嗰個年度咧，即係講係話。佢上啲全年嚟計咧，都有個即係扭虧為盈嘅情況。咁而家現價嚟計咧，嗰、那個市盈率方面咧，講係大概40多倍到。其實你話咪即係買貴同唔係未買，即係即係買錯咧？咁我諗即係我自己咁睇法啦。你話即係當然睇你邊段時間買啦。如果你話即係喺翻一個叫低位買嘅話咧，咁而家當然有個唔錯嘅利潤啦。咁你掉轉啦，如果你由高位買嘅話咧，其實就即係我唔知啊。啲家庭觀眾本身你計買得耐唔耐？咁但係譬如有睇緊嗰個比較遠啲嘅圖俾你睇咧，其實個股價之前講係去到成即係去過六，甚至如果你睇一拉長一睇咧，佢嗰個最高咧係去過大概3.5元呢啲位置嘅。咁近呢半年到啦，其實拉近呢半年啦，咁基本上估計都係即係好似啱啱力科提及過啦，就係話即係個股價咧曾經都係因為有啲嘅即係大行唱好啦，基本上個股價都曾經由翻低位揾6毫子嘅水平咧，都一路咧係衝到上去過二。咁你見到呢段時間升咗上嚟都講係升咗成倍咁，就係、是、一倍咁多嘅。咁當然啦，你話而家。股價在股價上，而家佢見到即係再到個即係跟隨翻個大市有個比較即係明顯嘅一個嘅回調嘅情況出現咗啦。嗱咁初步睇翻啦，其實你今日一個股價咧，曾經都跌穿埋9毫子嘅，甚至乎去到8.9元呢個水平。咁但係見得到咧，佢喺呢個50天線咧，即係而家呢一條線咧之上咧，其實見到一個比較大啲嘅支持，有個比較勁強嘅反彈嘅。咁初步睇翻啦，你話如果即係。有一種短期走勢嚟計啦，如果能夠守得住呢個50天線，即係呢一條線嘅話咧，初步睇個技術上走勢咧，有機會做得個比較即係明顯嘅反彈。咁但係你話翻個幅度嚟計咧，暫時睇又唔會太高，因為始終你見個股價其實講緊即係講緊都係話，譬如都係短之前咧喺翻過一道水平橫行呢個橫行水平嘅啫。咁即係意味住咧嘅股價咧，其實就如果反彈嘅話咧，初步睇啊，有機會係會反彈翻上1元至到呢個過呢個水平度嘅。咁就睇下，即係家庭觀眾本身，你睇下係即係幾錢到買啦。但如果你話分到呢個位置嘅話咧，即係好似初步嘅目標價啦。但如果跌穿咗呢、這個即係啱啱講過呢一個嘅50天線嘅話咧，如果萬一跌穿呢個位置而係確認跌穿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個股價咧，始終會回落翻落7.5元到呢個橫行區附近嘅。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你有機會上翻，譬如過一個半到過或者過即係過啦，一個過1.5元呢個位置嘅話咧，都可以考慮即係睇睇唔睇先行，即係可能譬如沽出部分啦，可能轉買其他股份度啊，或者係睇下即係睇下係咪諗住，跟住嗰段時間可能減持先咁樣咯。好啊，仲有冇問題嘅呢位觀眾？即係佢去到7.5元啦，咁即係我個人先買，我買一個人2個月嘅啫。但係佢
7.5 咁，而家係直嗰條線係向下定係打橫行㗎？其實你話啲線咧，基本上咧睇翻短期平均線咧，因為個股價其實都見到短期係回落緊啦。咁所以而家短期譬如十天同廿天平均線咧，其實都有個即係叫即係向下走嘅跡象嘅。咁但係問題係你話即係如果初步睇翻你個技術走勢方面咧，基本上如果守得住呢個即係8.9之後8.9，即係講係50天線呢個位置嘅話咧，其實都仍然個形態上咧有機會做到個反彈嘅。咁但係正啱啱提到啦，就係如果萬一佢跌穿咗呢一個50天線嘅話咧，就會可能跌到落去7.5呢個位置度到嘅啦。咁所以又萬一如果真係失守咗8.9嘅話咧，我都建議翻，而家再跌到落，譬如8.5咧，8.6水平嘅話咧，都可以先人考慮一下，即係咪應該要止蝕先會比較好啲咯。嗯，仲有冇問題？唔該，好啊， okay. 多謝曬你嘅電話嘅，拜拜。咁另外啦，我哋聽睇睇啦，家庭觀眾嘅電郵問題啦。咁、有位阿龍啦，就 send 咗個電郵嚟問3000保利協鑫嘅，佢就問你啦，咩位入咧？咁見到咧，今日保利協鑫都跌咗落嚟噶，咁、就見到咧跌咗超過3%，去到5.12嘅。佢問啦，咩位入比較好啲咧？3000本身就即係高嘅一隻強勢股啦、尤其是就係股價方面咧，基本上就即係上個星期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話咧，基本上都仲係創到個新高出嚟嘅。咁當然啦，公司之前都提及到就係透露咗一個講緊係第一季度個表現啦，咁基本上就當然你嗰個產量方面咧，其實都仍然係比較相當之唔錯嘅。咁但係睇翻你話喺翻嗰個即係叫做係個銷售方面咧，就反而就比較麻麻地，咁但係都無損咗佢嗰個即係嗰個股價個走勢嗰個情況嘅。咁基本上圖表方面咧。而家都短期嚟嘅咧，其實都暫時今日咧都叫守穩喺呢個20天線之上。咁初步睇翻啦，其實就個走勢方面咧，仍然都叫處於一個比較樂觀嘅。咁尤其是如果能夠守住20天線嘅話咧，其實意味住整個上升嘅形態咧，基本上係冇乜點叫做係即係叫做係改變過。咁但係都留意翻啦，如果你話失守呢個位置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咧會調翻落4.8到呢個位置。咁我初步都。即係俾意見咧，就如果係即係萬一啦，即係你話萬即係跌穿咗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其實初步睇可以翻4.8附近度即係買入啦。咁初步睇嘅話咧，又可以，我覺得都不妨即係揸住先，因為始終你話呢只叫國策受惠股嘅話咧，仍然個前景都比較樂觀嘅。咁但係萬一如果再有個即係向下調整啦，如果萬一跌穿埋即係4.5呢位置到咧，就私人指示會比較即係比較安全啲啦。好啊，唔該曬咁多，亦都啦，唔該曬，多謝曬呢位家庭觀眾嘅電郵問題噶。咁另外啦，我哋聽聽家庭觀眾啦，胡小姐嘅電話啦，胡小姐你好啊。系你好，我想问只233，我系3.22入嘅，我想问下而家使唔使止蚀？好啊，今日见到喺3.08啦，就跌超过半成嘅。今日水泥股全线下挫，讲到产能过剩呢个问题嘅，你又点睇咧？基本上产能过剩我就唔系十分认同嘅，因为始终系呢个行业咧，其实就见得到嗰、那个即系前景方面咧，仍然都比较乐观。因为最主要就系话好多即系大家都知啦，一啲嘅国家嘅政策啦，或者譬如我讲紧系补偿款或者补偿性嘅住房啦，咁亦都见到好多嘅基建嘅一啲嘅建设咧会不断进行嘅。咁另外睇翻你话水泥价格方面咧，其实见得到你话。即係第一季度嚟計，其實已經有個比較強勁一個嘅表現。咁當然你話，即係當然都睇翻個別嘅一啲嘅地區咧，因為見到你話即係有啲地區，譬如話講咧係譬如中國嘅東部嘅，可能嗰個推介價仍然都似一個比較強勁嘅一個，即係嗰個情況仍然都比較係樂觀嘅。咁但其他譬如話西部啊，即係其他地方嘅話咧，就可能嗰個出嚟價格方面咧，就可能會有個即係比較嗰個跌勢比較明顯啊。咁當然睇你話西部水泥本身咧，其實個股價其實今日都叫跟住翻一眾嘅水泥股又向下啦。其實初步睇咧，其實都個走勢上都叫比較轉弱咗噶啦。咁尤其是見到之前嗰陣咧，其實都跌咗落嚟之後咧，其實都出一個反彈。咁但係去到20天線呢個位置到咧，其實已經係冇力再上嘅，而再有個回落嘅跡象。咁初步睇翻呢個位置咧，其實基本上叫咧喺翻即係上次嘅低位度咧，已經有一個叫即係叫喺度暫停咗個支持啦。咁但問題係，如果即係萬一今日再試埋呢個，即係講試穿埋呢個3.06啊到呢個位置嘅話咧，如果跌破埋嘅話咧，其實整個形態咧仍然都有個向下沉底嘅形態。尤其是今日見到咧個成交量。其實都見到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反映翻咧，其實股價都仍然比較顯著啦。咁所以初步睇嘅話咧，唔排除估價有機會會再調整，即係再有個比較深嘅調整嘅。咁唔排除有機會會再試下3到呢個位置。咁但係你話跌落呢位置，我就覺得就即係視乎翻個情況啦。但係你話3到嘅位置，其實都初步應該會跌勢有機會轉定嘅啦。咁第二咧，如果真係跌穿咗3嘅話咧，咁我都建議翻就最好首先人，譬如話要作出一次嘅指示嘅部署，會比較好啲咯。好啊，唔該曬嘅，亦都多謝曬胡小姐嘅電話㗎。咁我哋呢節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咧仍然都係職場交路之有問必答嘅環節㗎。
友，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記住打電話嚟啦，2804-6566，又或者啦 send 電郵俾我哋噶。咁電郵地址就係 ask@bschannel.com 噶。咁睇睇恆指最新表現啦，而家恆指咧係跌321點噶，去到22954點。期指方面咧就跌401點，去到22882點噶，低水80點。而國企指數啦就跌212點，去到12681點噶。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見面啦。